谢了。嗯，两位，来吧。 正反两仪的招数虽多，终究逃不出太极阴阳两仪的道理。弟子看这四位前辈招数精妙，厉害之处，就是在步法和方位。您说对吗？嗯，你眼光倒是不错，能够看出前辈们功夫的精髓所在。师父。 咱们峨眉派的四象掌圆中有方，阴阳相承，天地阴阳，方圆动静，似乎比这正反两仪之学更胜一筹。您说对吗？对，是这个道理。可是也得看两位前辈的功夫和他的修为。弟子猜想，铁琴先生下一步便要前往龟妹位了。 这臭小子武功这么高，拼了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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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接招吧！今日咱们是剿灭魔教，并不是比武争胜。诸位师妹，大伙齐上，拦住这小子，让他不得取巧，乖乖的跟师父较量真本事。是是是。周师妹，这该不该拦在你，该不该让也在你了。等什么？还不快上！渡河未济，激起中流。老爷子，
没事。这是我们明教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走吧。不行，只有我在，你们快走吧。他们的武功太过古怪，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写的是随心而动，唯记清明。记清明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这上面写的不是武功啊，他是说摄火力传入中土，再经山谷传回帕沙，近千百年间跟乾坤大挪移结合。乾坤大挪移只能看出大概意思。没关系，你看到什么念什么，继续。随心而动，唯记清明。
再这么打下去，六大高手半数都会命丧当场。一会儿见机行事，实在不行就一起上。Wow.